悄的悠然的舞蹈着，曼妙的曲线在指尖延伸着，是谁让我从美梦中醒来。一生太狠，可惜骄傲你能想起疗伤，聚集在开门喧闹，每天都要得去爱情报道。神秘的东方人拥有魔法，一见钟情万丈高塔，最耀眼的普莱基亚，只有我才见识过它。在湘西的街上，我自己来自南部的小城市，修道的在船上打工，等等修船的结束。大家好，我是霍普强森。条门和影一同远航，其实守护在你身旁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本不抱什么希望，没想到能和您一起作为这艘船的船长。老鬼约翰就要出发，在黎明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很快就回家。在黎明的时候，他只拿了烟斗，快想喝一瓶酒。在黎明的时候，给狗留下最后一块骨头。在黎明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走过绿色的山丘。在黎明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来到无人的码头。在黎明的时候，约翰的船就要起航。在黎明的时候，风会送他去爱的另一边。在黎明的时候，要出发，在黎明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很快就回家。在黎明的时候，他是拿了烟斗，关上喝一瓶酒。在黎明的时候，给狗留下最后一块骨头。在黎明的时候，他一个人独立在孤独。在黎明的时候，
乐剧灯塔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演出的话，希望你们能够发表微博，添加话题音乐剧灯塔。啊，在我们门口的圆桌上有卖我们去的各种周边、纪念品、床单什么的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也请大家关注一下瑞金文化最近的另外两部戏，一部《猎犬》在一楼上演，还有一部《最美的一天》在大世界的星空间。那么今天晚上的演出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谢谢。